约公元前五百八十年，约前五百年，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五百六十五年，约前四百八十五年，释迦牟尼；公元前五百五十一年，前四百七十九年，孔子，春秋晚期，孙武，《孙子兵法》作者；公元前四百六十九年，前三百九十九年，苏格拉底；约公元前四百六十八年，约前三百七十九年，墨子。 与墨子同时代，杨朱；公元前四百二十七年前三百四十七年，柏拉图；战国初期，老子成书，于公元前三百九十年前三百三十八年，商鞅；公元前三百八十四年前三百二十二年，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三百七十二年前二百八十九年，孟子；于公元前三百六十九年前二百八十六年，庄子。 公元前三百四十一年前二百七十年，伊壁鸠鲁；约公元前三百四十年约前二百七十八年，屈原；约公元前三百一十三年前二百三十八年，荀子；约公元前二百八十年前二百三十三年，韩非。《易中天中华史》祖先注释第一章：以女娲造人时的场景描述，出自鲁迅《补天》，原文是。 粉红色的天空中，曲曲折折地飘着许多条石绿色的浮云，星便在那后面忽明忽灭的眨眼。天边的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流动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那一边却是一个生铁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然而一并不理会谁是下去和谁是上来。二女娲石娃，此说受赵国华先生影响。我在一九八八年读了赵先生的。 升职崇拜文化论后，就断定女娲绝不可能是蛇妹妹，只可能是蛙女神。三蛙的读音，《汉语大字典》称“广韵古华切，平麻剑。右古蛙切，正字通音蛙”。各不有人说蛙要读窝，因此女娲是蜗牛。实际上，蜗牛的蜗古音也是古华切，平麻剑。右古蛙切，各不。 跟“挖”的读音一样，也是“瓜”。为此，我请教了李彭博先生。李先生答：“挖和蛙声符相同，古音也的确相同，见母胳膊但没有意义上的关联或文字通用的证据。如果读如只是标音无误，若是探求语言或通假无据。四上帝造人，见《圣经》《创世纪》，无《楚辞》《天问》，女娲有体。” 熟知降之六一电源的故事恐怕是一个惊天疑案。疑案的背后是上帝的良苦用心，而勘破此案则需要人类的卓越智慧。这就只能另案处理，再写一本书来讨论。书名也许就叫《上帝的预谋》。具关于人类为什么成为裸猿，科学界有多种说法，比如幼态延续、黑猩猩的幼崽无毛、信号识别。 把自己跟其他猿类区别开来，贪图凉快，走出浓荫覆盖的森林后，类人猿为了防止中暑。此外，还有说是因为烤火，因为担心吃饭时把身上弄脏，害怕长寄生虫等等。详见莫里斯《裸猿》。八、关于人类无毛和性感的论述和证据，均参见莫里斯《裸猿》第二章。一、史前人类钟情母亲形象。 剑雷、肯拜尔等世界雕塑史。阿尔摩尔达维亚在东欧，位于喀尔巴阡山和普鲁特河之间，包括今罗马尼亚东北部、摩尔多瓦、乌克兰的局部地区。关于白夫人塑像的情况，见戴维·李明《欧洲神话的世界》。三、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类最普遍、最根深蒂固的本能。见卡希尔《人论》。意识到死亡是人类进化的最早成果。 见卡尔·萨根《伊甸园的飞龙》，四对原始人类的死亡情况已无法统计和描述，就连许多有着高一百六十九度文明的古老民族，比如玛雅人，比如三星堆文化的创造者，都莫名其妙的人间蒸发。那些手无寸铁的原始民族，恐怕更加朝不保夕。五人类最早的神是女神，为考古学家和神话学家们所熟知。 直到希腊时代，女神仍有重要地位。古希腊神话中有大量女神，如天后赫拉、冥后珀尔塞弗涅、灶神赫斯提亚、大地女神盖亚、爱神与美神阿芙洛狄忒、智慧女神雅典娜、月亮女神阿尔忒弥斯、青春女神赫柏、胜利女神尼基、正义女神忒弥斯、记忆女神摩涅莫叙涅、丰产女神德莫忒尔、海洋女神欧律诺墨等。但在我们民族， 主神中的女神只剩下女娲，其余为次神，甚至妖。六米诺斯文明也译作米诺斯文明，是爱琴海地区的古代文明，出现于古希腊麦西尼文明之前的青铜时代，约存在于公元前三千年之前一千四百五十年。该文明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克里特岛，突出特点是崇拜女神而非男神。关于那位把蛇高高举起的女神，见戴为李明。 欧洲神话的世界，七关于彩陶纹饰中的鱼和蛙，见证为中国彩陶艺术。八鱼是女阴的象征，蛙是子宫的象征，女性生殖崇拜的象征。还有花，军舰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实际上，花就是植物的生殖器，果则是植物的后来人。所以，姑娘好像花一样，含苞欲放是新婚之夜，豆蔻年华是待嫁之时。 大多数动物的发情期则在春暖花开时。九、太阳神和月亮神的性别，世界各民族并不完全一样，这里暂不讨论。十、伏羲捧日，女娲捧月的画像，建文佑，四川汉代画像选集》第四十四图。伏羲又叫伏羲、庖羲、密羲、绿羲，被明确看作神农之前的圣王，始于《战国策》，他可能是雷神之子。 见元科，中国古代神话。又《文选·洛神赋》著称，洛神宓妃及伏羲之女。十一西河见《山海经·大荒南经》长，长溪见《山海经·大荒西经》。十二帝俊就是帝喾，甚至世顺。见元科，中国古代神话。十三大帝在中西方都是女性的，比如希腊的盖亚和中国的坤卦。 十四，赵国华先生生职崇拜文化论认为，蝉字转音就是嫦，即嫦娥；除字转音就是兔，即玉兔。但嫦娥本名恒娥，因为避汉文帝刘恒的讳，才改为嫦娥。照说似可商榷。十五，男女杂游，不媒不聘，见《列子·汤问》；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见《白虎通·好篇》。 第三章，一蛇和鸟都是男性生殖崇拜的象征。见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鸟成为象征物，是因为有蛋、卵。原始人看见雏鸟从鸟蛋中孵出，婴儿从包衣中产出，便觉得人类自己没准也是卵生。何况做爱的时候，男人的睾丸会收紧、提上去，这就难免让人误以为。 新生命就是高碗里的蛋进入了女人的子宫，于是得出结论：谁的蛋多，谁就最有生殖力。何况鸟的头颈一会儿伸出来，一会儿缩进去，一会儿昂起来，一会儿垂下去，也很像阴茎。这又是一整套系统。二金乌三条腿，是因为两腿当中还有一根阴茎。三，实际上，记得字形就是一手持肉，许慎《说文解字》当然是请神吃饭。 四在原始时代发展生产力，只能主要靠男人。依照《以系词下》的说法，其中的杰出人物或氏族代表，前有做结绳而为王谷以殿以渔的伏羲，后有啄木为耜，揉木为累的神农。王谷读如王谷就是猎具和渔具；四耒，读如四耒，则是农具。发明制造王谷和四耒的是工匠，以电读如田，是猎手。 以鱼是渔夫，使用四类则是农民。由于这时已经有了畜牧业，他们还可能是牧人。五福，甲骨文上面是人，下面是犬。许慎《说文解字》称从人从犬。戴家祥称其意义乃由福寺而辅福,福而引福。今文大字一百七十二点上册。六六字真言俺么呢？巴弥欧可以为神。红莲蜘蛛，即见赵国华。 生殖崇拜文化论，地就是地，古文字写成或。郭沫若认为是整朵花。见氏族笔，七礼起源于祭祀，已成为学界共识。礼字上半部是一个盛放了玉的器皿，即王国维先生所谓盛玉以奉神人之气，观堂吉林是礼。郭沫若先生说的更明确，倒是放了两串玉具、十批判书。八三人操牛尾。 投足以歌八阙的葛天士之乐，见《吕氏春秋·古乐》。九关于原始歌舞和腰饰，请参看《格罗塞艺术的起源》第四章。一炎帝是伏羲的接班人，据清代吴炳权刚建议之路，炎帝以火德大福，西治天下，其俗朴，众端阙，不差征而财足，无致令而民从，威利而不杀，法省而不凡，于是南至交趾，北至幽都。 东至长谷，西至三危，莫不从其化。二炎帝即神农，见《淮南子·时则训》，高右注：炎帝少典之子，号为神农，南方火德之帝也。三炎帝与黄帝同时，见《一史》卷五《隐新书》：炎帝者，黄帝同母异父兄弟也，各有天下之版。四三皇五帝是编出来的，见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 五,五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见毛泽东《贺新郎·读史》六。六关于三皇的说法有：天皇、帝皇、太皇，《史记·秦始皇本纪》；天皇、帝皇、人皇，《史记·补三皇本纪》；伏羲、女娲、神农，《风俗通义·黄霸引》；《春秋纬运斗书》；伏羲、神农、祝融，《白虎通》；伏羲、神农、共工，《通鉴外记。 燧人、伏羲、神农、风俗通义、黄霸引李伟韩文家，后四种都有伏羲和神农。七炎帝是牛，见《亦是卷四引帝王事迹，炎帝神农氏人，身牛首。八炎黄的姓，见《国语晋语四》，西少典娶有乔氏，生皇帝炎帝。皇帝以积水成，炎帝以降水成，成而易得。 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将。九国语》所说史诗的可信程度相当于《三国演义》。见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十姜姓是西戎羌族的一支，后来因游牧而进入中原。见范文澜《中国通史》。十一羌是西戎牧羊人。见许慎《说文解字》。十二伏羲是东方彝族还是南方蛮族？学术界有争议，这里不做讨论。 十三，关于狄俄尼索斯的三个形象及其相关传说，请参看弗雷泽金之。十四，最古老的姓都是母姓，也都从女，比如姜、炎帝、姬、皇帝、尧、舜帝、归舜的后代。四夏族、松、高辛之妃、商族之母都是。此外，还有一些后继乏人、鲜为人知的，比如说如、好、妙、任、妞、愧。 烙也是，十五图腾 totem，本是北美洲奥杰瓦人的语言，意思是他的亲族。图腾制度和图腾崇拜的基本教义是坚信族群的所有成员，无论血缘亲疏，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这个共同祖先是男性的，却又不是人。他们大多是动物，少数是植物，极少数是自然现象，但无一例外，既神圣又神秘。 十六，16, 除了鸟啄鱼或鸟衔鱼图案，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上其实是有蛇蛙纹的，但似乎和平共处。后来就发展为雌雄同体的玄武。玄武不是龟蛇合体，而是蛙蛇合体。见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十七，关于经济的变化引起社会的变化，导致母系变成父系，女性遭遇世界性和历史性的失败。 以及雄性的嫉妒会破坏共居生活的群，请参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五章。一、皇帝出场的描述，见《韩非子·时过》。二、刘邦的话，见《史记·封禅书》。三、皇帝号轩辕氏，是因为主轩辕丘，见《史记·武帝本纪》司马贞所引《引皇甫谧》。四、埃及和中美洲的马车，见夏奈。 中国文明的起源，五炎黄相距五百年，见《史记·五帝本纪》，司马贞所引《引黄甫谧帝王代记》。六古者，姓以表所生之族，是以表所居之地，见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书证》卷二十四。其马叙伦称姬姓一概，本为木鸡之族，见《读金七刻词》卷下。八姬的甲骨文字形是一名女子跪坐席上。 面对一个疑似篦子或梳妆台的东西，见古文字古林第九册所引于醒吴徐中书。该女子正在理顺头发或佩戴饰物，见古文字古林第一册所引叶玉森王贤堂。九箕与篦通用或连用，见朱其祥《殷墟甲骨文字通释稿》。十我箕是出自天元，见《国语周语下》。十一皇帝号称轩辕。 是因为发明了轩冕，见《汉书·律历之下。使垂衣上有轩冕之服，故天下号曰轩辕氏。十二，皇帝垂衣长而天下治，见《易系辞下》。十三，蚩尤号称兵主，在封禅大典中第三个被祭祀，见《史记·封禅书》。十四，皇帝以蚩尤向古武时期威慑敌人，见《史记正义》引《龙鱼河图》。 皇帝遂化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贤为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米服。十五，蚩尤是九黎族部落的酋长，见《史记正义》，引孔安国主。十六，重，他蛇古为一字，见罗振玉《增定殷墟书契考试。吃是蛇咬脚，见周策纵说。尤与蚩尤，徐中书，甲骨文字典》。十七，尤物与狐媚。 虎威童见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十八蚩尤的形象见《太平御览》引《龙鱼河图》，任访数异记》。十九关于黄帝与蚩尤战争的四种说法，分别见《史记》《五帝本纪》《益州书》《长麦解》《山海经》大大海经《大荒北经》《范文澜中国通史》。二十蚩尤请风伯雨师作大风雨，见《山海经》《大荒北经》。 指南一百七十七车，见《太平御览》引志林。天谴玄女下授皇帝兵信神符，制服蚩尤。见《史记正义》引《龙鱼河图》。二十一，蚩尤死后，身上的木枷化作风林。见《山海经·大荒南经》郭璞注。二十二，战败后的继任蚩尤担任皇帝的总参谋长。见《史记正义》引《龙鱼河图》。 地阴使之主兵，以至八方。二十三，蚩尤余部被称为黎民。见范文澜《中国通史》。二十四，龙的形象早已出现。见甘振伟《龙纹图像的考古学依据》。陆思贤《神话考古》。王先生，皇帝部落的图腾是什么？》例证有：距今一万年的山西吉县柿子滩龙纹岩画，距今六七千年前的赵宝沟文化鸟首龙、鹿首鱼尾龙、猪首牛角龙。 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鳄鱼龙，红山文化综合了熊、马、蛇等形象的玉龙，内蒙古清水河出土庙底沟类型巨型鱼龙夯土雕像，四千多年前陶瓷文化的盘龙，二里头文化一首双身龙纹陶片。第六章，一对尧舜的质疑早已有之，见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二专需半人半鱼，见《山海经》。 大荒西经，高尧鸟嘴见白虎通圣人马嘴见淮南子修物地库鸟头猴身魁氏读一百七十八教神牛均见元科中国古代神话的考证三续甚说文解字鲧鱼也鱼虫也孙仪让称禹为虫名则以当象虫形高洪进称禹为多足之虫陈邦怀称自象爬虫之形。 军舰，见古文字古林第十册，四尧的姓也是糊涂账。作为皇帝的五世孙，应该姓姬。司马贞《史记所引，说他姓伊齐，则尧应该叫伊祁放勋。这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五尧过的日子连门房都不如。见韩非子五度。六壤父的话见高士传。七郭沫若和简伯赞的说法分别见郭沫若。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简帛赞中国史论集，但郭说尧舜是以母系为中心的社会，则可以商榷。八点四月是共工的四个从孙，见国语周语下。九韩非子的说法，见韩非子说已和韩非子显学。康有为的说法，见孔子改制考。顾颉刚的说法，见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和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石魁教后魁亦教后羿，见《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十一尧反对鲧治水，见《史记》五帝本纪。十二关于四兄，见《左传》文公十八年，《史记》五帝本纪。十三后羿的弓箭，见《山海经》海内经。十四有学者认为。 后羿射日的故事应该产生在夏代或者殷商。夏王是称为后的，比如夏后启、夏后羿，太阳自居，夏历以天干计时。天干十个字：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正是天有十日的意思。何况当时人们诅咒夏后桀的民歌，歌词也是：“你这该死的太阳，什么时候完蛋？我愿跟你一起灭亡。见”见谢选俊空寂的神殿，十五爻之时。 十日并出，见《淮南子》本经。十六，混沌及欢都，见《史记正义》。欢都人面鸟嘴，还有翅膀，见《山海经》海外南京。共工是水神，曾与颛顼争地，见《左传》昭公十七年。共工是火神祝融的儿子，见《山海经》海外南京。共工和欢都同事，见《史记》武帝本纪。十七，滚是鱼，见许慎《说文解字》。 与可能是蜥蜴，见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与从滚的肚子里生出，见《楚辞·天问》《山海经·海内经》《剖腹产》；见《山海经·海内经》注《注引开释》；与头上长角是一条虬龙，见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元科《中国古代神话》；十八顺以治水不利的罪名杀滚，见《史记·下本纪》。 十九，屈原说：“鲧因耿直而死于非命。”见《楚辞·离骚》。二十滚，鲧变成了黄雄或三足鳖。见《左传·昭公七年》集注。二十一滚，鲧为祝融所杀。见《山海经·海内经》。二十二，和顺高尧的对话。见《史记·下本纪》。二十三，关于与之随缘的描写。见鲁迅《离水》。二十四。 关于国家诞生的描述，请参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易中天中华史·国家》注释，第一章。伊阿歇尔、阿什尔、又伊厄希尔、厄瑟尔。相关材料请参看朱迪《艺术的起源》第十三杠十五页集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二、埃及文明和西亚文明谁先谁后有争议，这里不讨论。 三，如果加上奥尔梅克是六大文明。四明史至第五十七十或五，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一六零零年后的黄金白银比例是一比四，后来又变为一比五。明史至第五十四十或二，一六四四年后，由于白银大量流入国内，当时黄金白银比率为一比八左右。 按照当时五千五百荷兰盾等于一百一十盎司黄金，约等于八百八十盎司白银，一盎司等于二十八点三四九五二三一克。古代一斤等于十六两，一两白银约等于三十七点三克。换算出来，一荷兰盾约等于零点五六七克黄金，约等于四点五三六克白银，约等于零点一二一六两白银。五伦勃朗的化石绯闻，请参看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编著。 欧罗巴的黄金时代，北部欧洲。六赫希俄德和奥维德的说法，请参看赫希俄德《工作与时日》，奥维德《变形记》。七大同和小康的说法，见《礼记·礼运》八。八郁郁乎文哉，无从周。见《论语》《八佾》，周见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无从周。九荀子王志，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 何也？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十，荀子。非想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变也。十一，荀子。王志。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益，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益，故最为天下贵也。十二，荀子。王志，君者，善群也。十三。 罗马人赶走最后一任勒克斯部落王是在公元前五百零九年，屋大维成为皇帝则是在公元前二十七年。十四，关于城邦与公民的解释，见商务印书馆一九六五年版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鹏著本。十五，陈的解释见《古文字古林》第四册。十六，恩格斯关于国家与国民关系的说法见《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时期，法家从不讨论为什么要有君主，他们对君主和君权的维护是无条件的。第二章，一，请参看奥斯乌尔德《喜人龙》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北京燕山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二，古老文明的创造者都是农业民族。埃及人把自己的国土称为科迈特 （KMT），意思是有别于沙漠的黑土地。 古巴比伦的一份文献称：“田地是国家的生命。”见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第一百零一页。而在印度，田地被小心地测量着，离距非妥。三、关于塔萨代人和芬图人，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四、安特卫普的标牌，见刘明汉主编《世界通史·中世纪卷》。五、逃亡的农奴因城市而自由。 建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六福建客家人的土楼堪称迷你型城市。它的外圈是夯土而成的厚重的墙，上面有箭垛、枪眼和瞭望哨，正中则是公共空间。居民平时个人过个人的日子，有事集中起来商量。如果遭遇侵略，则同仇敌忾。七国语周语上，受三为群，人三为众。 八主及注的本字，小篆的主字像一盏油灯之形，上面的一点代表灯芯上燃烧的火苗，所以主的本意即指灯芯。主字后来多用为主人、家长以及主持、掌管等意，故另造注代替它的本意。《说文》点部主，灯中火主也。从象形，从点，点一声，本意为灯头火焰。 九最早实现了中央集权的是埃及，公元前三千一百年前后，以孟菲斯为界的上埃及尼罗河上游和下埃及尼罗河下游在纳尔迈也叫美尼斯的武力征服下变成了统一的帝国，这就是第一王朝。十印度的阿育王时代为公元前二七三前二百三十六年，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末年。十一从公元前五百九十四年梭伦改革。 到公元前三百三十七年，与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签订城下之盟，雅典的民主存在了二百多年。从公元前五百零九年到前二十七年，罗马的共和近五百年。从屋大维建立帝制到西罗马帝国灭亡，也是五百年。十二，安全与自由就像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侧重点不同，选择就会两样。更看重公平的。 选择社会主义，尽管社会主义也要讲效率，更看重效率的；选择资本主义，尽管资本主义也要讲公平。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可以互补的。人类也终将在这一对矛盾中找到平衡点，走出共同富裕的道路。第三章，伊科林斯 （Corinth），古希腊城邦，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东北，一百六十三科林斯湾。 是希腊本土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连接点。公元前八世纪前七世纪中期，巴西阿德斯家族把持科林斯城邦政权，实行贵族寡头统治。二雅典的民主开始于公元前五百九十四年的梭伦改革，完成于公元前五百零九年或前五百零八年的克里斯提尼改革，在公元前四四三前四百二十九年伯里克利时代达到鼎盛。 公元前四三幺前四百零四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后走向衰落，公元前三百三十七年柯林斯会议后宣告终结，大约存在了二百多年。之后是亚历山大的王权统治。三不平等的主体无法进行交易，比如中国的皇帝和臣民要互通有无，便只能一个叫孝敬，一个叫赏赐，更不可能讲价。四马克斯的话。 《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恩格斯的话，《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章，伊奥尔梅克、玛雅、特奥蒂瓦坎和阿兹特克都有活人献祭和金字塔，也都崇拜太阳神。奥尔梅克和特奥蒂瓦坎两个民族都神秘失踪，玛雅则莫名其妙的弃城而走，只有阿兹特克为西班牙人所灭。二，全世界的考古学家都无法回答。 特奥蒂瓦坎人从哪里来，又突然去了哪里，也不知道他们讲什么语言。但发现特奥蒂瓦坎城是根据太阳系的模型来建造的，其重要建筑之间的距离恰好与太阳系行星运行轨道数据一致，因此怀疑特奥蒂瓦坎是外星人的遗族。有部分学者认为，奥尔梅克文明的建立可能得到了中国商代流亡者的帮助，因为奥尔梅克文明兴起之日，即公元前一千二百年前后。 正是殷商灭亡之时，两种文明的相似之处也很多，比如都以虎为尊，至少有一百五十个文字符号相像。美国华裔学者许辉甚至于一九九九年在奥尔梅克文化展中发现了一个商代移民的祭祀品，但此说仍有争议。三、西方史学界把人类文明分为三个阶段：古代文明、古典文明和现代文明。古代文明主要指美索不达米亚、埃及。 克里特、印度和中国的商文明，古典文明则包括希腊、罗马、印度、西周以后的中国。古代文明的衰落被认为是游牧民族所摧毁，就连西周取代殷商也被说成是蛮族的入侵，这显然不符合中国国情。因此，本书拒绝接受这种观点。四地关于夏商周的文化范围，请参看许倬云《西周史》。 五，中华文明的特点是连续与聚合；印度文明的特点是松散和间断。请参看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关于这一点，学术界有争议。六，莫卧儿王朝第六代君主叫奥朗则布，号阿拉姆吉尔，意为“世界的征服者”。其父为建造著名泰姬陵的沙贾汗。七，其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在金《金枝》一书中提出。 人类的智慧、意识和精神生活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这就是巫术、宗教、科学。起先，人们以为往天上泼水就会下雨，这就是巫术；后来发现不管用，便叩拜神灵，祈求赐予。这就是宗教。等到连这也不管用时，人类才真正踏进科学之门，学会了天气预报，也学会了人工降雨。所以。 巫术是前宗教，也是伪科学。本书不同意这个观点。八、佛教和耆那教的创始人都是王子。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是净饭国王子，耆那教创始人法陀摩那是贝纳勒斯王子。二千多年后创立锡克教的那内克虽然不是王子，却也是沙地利。这就说明独立、自由、平等。 确实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共同追求。九窟墙又称西墙，是耶路撒冷旧城古代犹太国第二圣殿护墙的仅存遗址。犹太教把该墙看作是第一圣地。千百年来，流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犹太人回到圣城耶路撒冷时，便会来到这面石墙前低声祷告、哭诉流亡之苦。第五章，一先后征服埃及的。 是波斯国王冈比西斯和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二本章关于古埃及宗教以及神权与王权关系的论述，请参看金冠涛、王军贤《悲壮的衰落》。三点十八王朝的这位女王叫哈特舍普苏特，是图特摩斯一世的女儿，后嫁给他父亲同父异母的兄弟图特摩斯二世，并生下图特摩斯三世，所以图特摩斯三世既是他的儿子，也是他的堂兄弟。 这种乱伦的近亲繁殖在古埃及王族中非常普遍。四篡夺法老的王位的阿蒙神庙祭司叫赫利霍尔。事情发生在公元前一千零八十五年。五迦太基 （Q R T H D S T） 坐落于非洲北海岸，经突尼斯与罗马隔海相望。大约在公元前八世纪前六世纪，迦太基开始向非洲内陆扩展，并开始称霸西地中海。 与希腊分别控制着地中海的西东两边，最后因在三次不逆战争 （Punic Wars） 中军被罗马打败，而于公元前一百四十六年灭亡。罗马人摧毁迦太基之后，在公元前幺二年便建立新城，殖民于原迦太基城废墟土领土之上。公元前二十九年，罗马将迦太基设为非洲阿非利加省的一部分。六西罗马帝国亡于公元四百七十六年。 东罗马帝国亡于公元一四四百五十三年。七，德国法学家耶林说过，罗马人对世界有三次征服：第一次用武力，第二次用宗教，第三次用法律。法律的征服是最持久的。八，罗马法规定的身份权中，最重要的是自由权。没有自由即为奴隶，这就区别了奴隶和自由人。其次是市民权，包括参政议政。 担任公职、选举、被选举等公权；结婚、诉讼、处分财产、建立遗嘱等私权，这是罗马公民的特权，这就区别了罗马人和非罗马人。至于家族权，则实际上是父权，这就区别了父子、夫妻。九，罗马法还规定，只有同时具备自由权、市民权和家族权三种身份权，才是完整的人，否则。 就叫人格减等，丧失家族权叫小减，丧失市民权叫中减，丧失自由权叫大减。罗马人的统治手段就是让被征服者处于不同的法律地位。公元二百一十二年，罗马皇帝卡拉卡拉颁布敕令，授予罗马境内所有自由人公民权利，就是怀柔政策之一。实正因为中国古代的国家体制是家国一体，所以当年海瑞骂皇帝。 司法部门就参照儿子骂父亲来量刑。流氓地痞叫地头蛇，也因为高高在上的是一条龙。十一，建恩格斯《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援引吉罗特《龙：婚姻与家庭的起源》一书所引埃斯潘纳斯《论动物的社会》的说法。第六章，一美国历史学家伊佩霞著《剑桥插图中国史》认为，由于没有确定的下遗址能与文献记载相符。 因此，不能确定商以前是否有一个发育成熟的夏朝，但确定无疑的是，中国历史上在这个时期发生着巨大的转折。这个说法是科学的。二《二史记》下本纪称：“禹子启贤，天下属异焉。及与崩，虽受意，以之左与日前，天下未至。故诸侯皆去意而朝起，曰：‘吾君帝禹之子也。’” 三中华文明能够延续三千七百年不中断，殷商的甲骨文和秦始皇的书同文功莫大焉。事实上，现代汉语的语音，尤其是普通话，不要说跟商周，就是跟唐宋也不可同日而语。但我们能够欣赏唐诗宋词，看懂《诗经》和《左传》，甚至能够解读商周的卜辞和铭文，这就是汉字的功劳。 四，请参看李泽厚美的历程。五，有钱秉月如火烈烈，见《诗经》《商颂》《长发》。六，关于沙特恩杰简恩格斯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集注。七，下道遵命，朴而不闻，因人尊神，荡而不敬，见《礼记》《表记》。八，殷商卜辞中有卜贞臣在斗前二九的记录。 吕振宇、简伯赞两先生均猜测有用奴隶的决斗表演之事。易中天《中华史》奠基者注释总注：本卷涉及之西周史实，均请参看司马迁《史记·周本纪》、范文澜《中国通史》、简伯赞《先秦史》、杨宽《西周史》、许卓云《西周史》。第一章：一、关于殷纣王之死。 《史记》只说登鹿台，依其宝玉衣，复火而死，没说火是谁放的。《史记正义》引《周书》称：“咒取天智玉演武，还身以自焚。”二周武王来不及脱下战袍，就隔于庙，见一《周书》是符解。三周公姓姬名旦，也叫文公或书旦，他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叔，因为采邑封地。 在他们民族的发祥地的州，今陕西省岐山县），所以叫周公。由于武王在伐纣之后没几年就病故了，继位的成王年幼，周公成为新政权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至于周公是否摄政称王，学界历来争议很大。有说他摄政称王的，有说他只摄政不称王的，还有说他既没摄政也没称王的。但说他是主要领导人，应无问题。 司周公创作的《文王》一诗，简诗·大雅·文王》：“侯服于周，天命弥长，因是夫敏，裸将于京。决作裸将，常服福许。王之近臣，无念而祖，无念而祖。欲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因之未丧失，克配上帝，一见于阴。俊命不易，命之不易，无恶而功。宣昭义问。” 有余音自天，上天之载，无声无秀。移行文王，万邦作辅。《武功旦赋》《史记》和许多历史著作都称为《武功胆赋》是不对的，《史经中“古功胆赋”得古”是西德意思，请参看杨宽《西周史》。六周原的野菜是甜的，《见诗大雅绵》周元五五：“周原无武，仅徒如矣。” 猫头鹰叫起来都像唱歌。解诗，鲁颂，泮水，偏比飞箫，急于泮林，使我桑葚，怀我好音。其诗，小雅，无羊，谁为尔无羊？三百围群，谁为尔无牛？九十其纯，尔羊来斯，其角沙沙。尔牛来斯，其耳湿湿。八诗，大雅，公刘的原文是。 堵公流，匪居匪康，乃义乃将，乃饥乃仓，乃裹侯粮，于驼于囊，思辑用光。公使司章，干戈七扬，元方启行。九，考古学家已经发现，商周青铜礼器的差异就是商重九，周重十。商人的礼器多为酒器，比如尊、雷独如雷，有独如有、甲独如甲、绝。 周则多为石器，比如鼎、簋；独如簋，许、独如虚，利读如利斗。十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周易》乾卦第五爻九五的爻辞，可以为龙高飞于天，利于大德之人出来治世。十一，关于革命的合理性和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诗·大雅》中的文王、黄乙，《荡》《尚书》中的大诰、九诰。 赵告军事等都在回答。十二，黄天上帝改决元子，见《尚书》；赵告文王在上，与昭于天，见《史经·大雅·文王》。十三，射天的仪式或游戏，见《史记·之殷本纪》和《宋世家》，并请参看许倬云《西周史》。十四，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称，殷周之变，乃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 就文化废而新文化兴。第二章：一子于反对人生，见《左传》西宫十九年；二陈子抗反对人训，见李《礼记》檀公下；三孔子说为勇者不仁，见李《礼记》檀公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见《孟子》梁惠王上。四周在克商之前，大国为其力，小国怀其德，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武张阴林先生甚至认为，武王伐纣取得成功另有两个原因：一是纣克东夷而陨其身；二是西周饥，克因而年丰。也就是武王利用了饥饿的力量，因掠夺粮食而发动战争。见《中国史纲》。六周公说：“我道为宁王德言。”见《尚书·君事》。七位和宋是阴和商的阴变。见杨宽《西周史》。八《周书》。 康告孟侯，镇其弟，小子封，为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官寡，庸庸知之，巍巍显民。用兆造我区下。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为时护茂，闻于上帝，帝修，天乃大命文王，易容音，担受绝命，越绝邦民，为时序，乃寡凶序，似如小子封在兹东土。 九德在卜辞中被借用来表示诗见古文字古林第二册第四百七十页。十和尊，一九六三年陕西宝鸡贾村园出土，现藏宝鸡市博物馆。十一师，商颂。那一与那与，致我陶古。奏鼓简简，看我列祖。汤孙奏甲，随我思成。陶鼓渊渊，会会管声，既和且平。 以我庆生，余贺汤孙，穆穆绝声。庸古有义，万无有义。我有家客，亦不一意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公朝夕，执事有客，故于征长，汤孙之将。第三章，以东征将士的回忆，见识兵锋破府，既破我府，又缺我枪。周公东征。 四国始皇，唉，我人思一孔之将，既破我府，又缺我矣。周公东征，四国始化，唉，我人思一孔之家，既破我府，又缺我求。周公东征，四国始求，唉，我人思一孔之修。二《左传》西公二十四年，西周公吊二叔之不成，故封建亲戚以藩平周。 三，比如姜太公的齐国，就长期有两个姬姓的上卿，一个叫国子，一个叫高子，号称二首。四，实际上，国原本叫邦，比如邦交，比如邦有道或邦无道。后来由于避汉高祖的会，许多文献中的邦都改成了国，因此叫邦、叫国、叫邦国都没错。 五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度可能要到西周中后期才成熟。六王社、国社、侯社见《建礼记》记法第四章。一切为女奴见《古文字古林》第三册第一百五十二页。女奴通称为妾见《左传》西公十七年。二季孙氏的这个家臣叫南蒯，是见《左传》昭公十二年。三风略之内。 合肥君土，食土之毛；合肥君臣？见《左传·昭公七年》。四周天下破产的过程和结果，是中华史第五卷要讲的事。第五章：一、是见《左传·昭公十四年》；二、详见拙著,著《闲话中国人》；三、关于这一点，李泽厚先生《美的历程》有非常精彩的论述；四、父母的年纪必须挂在心上，还得一则一喜。 一则以具，见《论语》里仁；五君臣何敬，宗族何顺，父子何亲，见礼《礼记》乐记。六乡饮酒里在清道光二十三年因经费原因被废。七秦独如真，秦水源出河南密县，为独如尾，尾水即河南双洎河，即独如济。十正风，秦尾。 秦于为方唤唤，方患患兮，是与女方秉奸兮。女曰观乎，是曰既且，且往观乎委之外，寻许且乐。为是与女一起，以气相血，赠之以芍药。第六章一自称天下之王的古亚述国王叫沙姆西阿达德。二请参看张简，圆圆巴比伦文明》，北京出版社二零零八年版。 三关于中华文明和希腊文明的两只翅膀，请参看邓小芒、易中天、黄雨兰的《交响》。四德尔图良 （Tertullian） 的话，见《卡西尔人论》。五帝舜和后夔的对话，见《尚书舜典》。六天命无常，原作“天命弥常”，见诗《诗大雅文王》“不义为王”，原作“不义为王”，见诗《诗大雅大明》。 后记：一、该书原名《走出美学的迷惘》，花山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后更名为《黄雨兰的交响》，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武汉大学出版社二零零七年版。第一作者邓晓芒。二、请参看桌传论《中国文化的精神》，收入《中华文化研究》一书，厦门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三、王国维称《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 莫惧于殷周之际。殷周制度论，杨向奎称：没有周公，就没有礼乐文明和儒家思想，中华文明就会是另一种精神状态。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陈来称：今天所谓中国文化，其基因和特点有许多都是在西周开始形成的。西周文化和周公思想形塑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古代宗教与伦理，其良称：周公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先祖。 中国文明史，四周人重德，文献中屡见不鲜，如《尚书》之《泰式康诰》告《酒诰》《诏诰》《多事、军事、立政，频繁出现“德”字，《诗经》和《左传》也有类似观念。五件《尚书》盘庚，六明清时期的天坛，东西长一千七百米，南北宽一千六百米，总面积二百七十二万平方米。紫禁城南北长九百六十一米。 东西宽七百五十三米，总面积七十二万平方米。天坛占地面积大约为紫禁城的四倍，但紫禁城的建筑物比天坛多几十倍。文献记载中，长安天坛也是皇宫的四倍。七点一九四九年十月二日，胡风在《人民日报》发表长诗，题目就叫《时间开始了》。至于中华文明真正开始的时间，当在西周之前，应看作序曲。 易中天《中华史·青春志》注释总注：本卷涉及知识时，均请参看《左传》《国语》《战国策》和《史记》。第一章：一、欲让刺杀赵襄子的故事，见《战国策·赵策一》《史记·刺客列传》。二、知识的“知”读如“智”，所以知伯也写作智伯，《史记》之。 赵氏家为智伯，刺客列传作智伯。智伯名尧，是号智襄子。三，《韩非子》和《吕氏春秋》持子说。四，赵氏家族的始祖是赵肃，然后依次是共孟、赵衰、赵成子、赵盾、赵宣子、赵朔、赵庄子、赵武、赵文子，以及赵氏孤儿景叔、赵鞅、赵简子、赵无恤、赵襄子。赵襄子去世后。 他的弟弟驱逐湘子指定的接班人，自立为家君，这就是赵桓子。桓子即位一年后去世，国人认为桓子的德位不符合襄子遗愿，便杀了桓子的儿子，立湘子指定的赵桓为君，是为献侯。此事在《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第三章曾经提到。武租是多音字，也是“除”的一体字，用于国名，读如“徐”；用于租语、举语。 独如举用于姓氏，独如楚、倪、独如倪火弥、楚尼刺杀赵盾以及相关史实，《左传》《国语》《公羊传》《吕氏春秋》《史记》之晋世家和赵世家均有记载。本书的描述整合了诸家所说。六晋是周代最早的封国之一，始封之君是武王的幼子、成王的弟弟唐叔虞。晋军从西周起一路嫡传。 都称侯，最后一代叫哀侯。哀侯以后，嫡系被灭，取而代之的是屈沃的旁支，始祖叫武公。以后晋军都称公，依次为武公、献公、悔公、怀公、文公、襄公、灵公。灵是恶氏，历史上视为灵的多半不灵，比如郑灵公是因为吃王八而起纠纷，被自家兄弟谋杀的。 《左传》宣公四年，陈灵公则是与朝臣共享情妇，又被情妇之子愤而杀死的。《左传》宣公十年，七卿是古代天子或诸侯所属之高级辅佐，有上中下三等。位类上卿而执政者叫正卿，也叫种卿。八这句话的原文是 "To be or not to be"，历来有各种译法。 朱生豪先生的译文是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九荆轲事迹见《史记刺客列传》。十聂政事迹见《史记刺客列传》。十一索福克勒斯完成《安提戈涅》是在公元前四百四十二年，一说四百四十一年。聂政刺韩是在公元前三百九十七年，韩烈侯三年。 所以，索福克勒斯和聂荣可算同时代人。楚尼自杀是在公元前六百零七年，晋灵公十四年。所以，楚尼与聂荣、安提戈涅相距二百多年。第二章，以下基之事及相关人物据《左传》至宣公九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成公二年、七年，昭公二十八年。二《诗经》正风泽西。 则兮则兮，风气吹女；舒兮薄兮，唱于何女？三《十经·正风·牵肠》子会思我，牵肠射寝。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四《十经·正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 纵我不往，子宁不来。五国风，正风，矫童，比角童兮，不与我言兮，唯子之故，使我不能参兮。比角童兮，不与我食兮，唯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兮。六《诗经》国风，正风，东门之善，东门之善如驴在板其事则耳，其人甚远。七国风，唐风。 有惰之度，有惰之度，生于道左。彼君子兮，是肯是我。八《诗经》北风，静女，静女其姝，似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鸾，以我彤管。彤管有炜，悦意女美。自慕归仪，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九《国风》赵南。 钓有梅，钓有梅，七十七夕，求我术士，待其吉夕。钓有梅，七十三夕，求我术士，待其今夕。钓有梅，请匡细之，求我术士，待其未置。石国风》王峰，大车，大车渐渐，翠衣如毯，岂不尔思？畏子不敢。大车谆谆，翠衣如门。 岂不尔思？为子不奔。古则异世，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皎日。十一《时经·北风》百：范比百州泛彼百州，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敖以游。我心匪剑不可以辱。亦有兄弟，不可以拒。伯言往速，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地地，不可选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敏既多，受无不少。静言思之，勿辟有摽。日居月诸，胡敌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患一。静言思之，不能奋飞。十二国风赵南也有死群。 舒而拖拖兮，无感我睡兮。吾始蒙也废。十三，《时，经·其风》：鸡鸣，鸡既鸣矣，朝既营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东方鸣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鸣，月出之光。十四，《建恩格斯》：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及其注。十五建，《见时经·正风》：出其东门。 《诗经·陈风·东门之池》，十六原因请参看《左传·宣公十年》杜预柱十七夏姬被带到楚国是在鲁宣公十一年（公元前五百九十八年）。乡老战死在郑国是在鲁宣公十二年（公元前五百九十七年）。夏姬和巫臣私奔到晋是在鲁成公二年（公元前五百八十九年）。十八春秋时期的性关系远不像后世那样严谨。 有人跟庶母偷情，有人抢儿媳妇和弟媳妇，有人做换妻游戏，有人甘愿戴绿帽子，还有兄弟姐妹乱伦。这些事《左传》都有记载，可参看刘达林《中国古代性文化》。十九，请参看约翰·德林瓦特主编《世界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二零一一年版，第三章。伊挚英被俘是在鲁宣公十二年，公元前五百九十七年下。 被释放，则在鲁成公三年（公元前五百八十八年）夏。二当时的制度是，将士出征之前，先要祭祀社神，叫祭社；祭祀用的肉和酒要分给大家，叫寿阵同时要用血涂抹军鼓，叫信鼓。信鼓的血往往用战俘的，而且最好是等级高贵的战俘。知英所谓“执事不以臣信鼓”，其实是说楚人没有杀他。 三，此处原文为“不古”，但为便于读者理解，凡楚王自称“不古”处，以后君改为“寡人”。四，事件《左传》鲁成公三年。五，事件《左传》鲁襄公十七年。六，土居之兔为乌土，最早由宋代王直提出，闻一多《诗经通义》亦有证明。七，事件《礼记》谈公上。 对这一记载的解释，请参看张阴霖中国史纲》。八事件《左传》鲁哀公十五年，孔子家语子贡问。九事件《左传》西公二十八年，退避三舍是晋文公在公元前六百三十七年对楚成王的承诺。十件《左传》成功二年。十一件《孟子》离楼上。十二鄢陵之战见《左传》成功十六年。 十三，徐中书是王皇三字之探员。十四，参看《国语》《齐语》。十五，古代乘车之法，尊者居左，御者驾驶员居中，又有一个人居右，以备清测。这个人战时叫车右，平时叫参乘。见《汉书·文帝纪》，言师古注。十六，请参看雷海宗《中国的兵》，中华书局二零零五年版。 及书后附录王以新古代的战争规则和侠义精神，本节参考该书和该文之处甚多，无法一一注明，仅此致谢。十七事件《左传》西公十九年，十八件《左传》西公二十一年，十九请参看《公羊传》西公二十一年，二十事件《左传》西公八年，二十一事件《左传》成公十六年。 第四章，一事件左《左传》成功十六年；二《礼记》取礼上君前臣名；三件，汉书文帝纪》言师古著，古梁传》成功五年著。四事件《左传》西宫二十三年；五据《左传》西宫九年，李克和批政支持仲耳，但据《国语》《晋语二》，他们中立；六晋献公去世是在鲁西公九年九月。 李克发动兵变是在同年十月。七事件，《左传》西公九年，《国语》晋语二，《史记》晋世家。八事件，《左传》西公十年，《史记》晋世家。九事件，《左传》西公十四年，《十件荀子王霸。十一见本节所述综合了《左传》西公十五年和《国语》晋语三。 十二件《左传》西宫四年，十三件《左传》闵公二年，《国语》晋语一，十四件《国语》晋语一，十五件《国语》晋语二，十六句左《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晋献公征于齐江，生秦穆公夫人穆姬和太子申生。争，就是与母亲辈的女人发生性关系。齐江是什么人？有争议。 十七实践《左传》西公四年，十八见《国语》晋语二，十九见《论语》八义，二十实践《左传》襄公十四年，二十一句《左传》西公十年，并杨伯郡著晋惠公即位后，占有了故太子申生之妃，申生向胡涂显灵，称惠公必败于韩。二十二实践《左传》襄公十五年，第五章。 以吕生名仪，独如意是晋侯的外甥，采邑在吕，今山西省霍县西，所以叫吕生。又因为因，今山西省霍县东南，峡，今山西省临猗县附近，也是他的采邑，所以也叫殷仪生、瑕吕仪生。二事件，左传》西公十五年，三点九年后，晋惠公卒，公子重耳在秦国军队的护送下回国为君，是为晋文公。 吕生等人策划叛乱，谋杀晋文公未果，逃亡被秦穆公诱杀。四事件，《左传》西公二十六年，《国语》卢语上。五事件，《左传》昭公元年。六，范文澜先生认为，以公元前五百四十六年的米兵之会为界，前半段是诸侯兼并为主，大夫兼并为次；后半段则是大夫兼并为主，诸侯兼并为次。 请参看范文兰中国通史》，其据杨伯峻《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注。八此段分析，请参看童书业《春秋史》。九本节事件，《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十请参看《左传·定公八年》，杨伯峻著。十一件左传·定公八年》。十二本节综合《左传·昭公元年》，《国语·卢虞下》。 十三本节综合《左传》西宫三十年，《国语》晋语四，实际《史记》郑世家。十四事件《左传》昭公十一年。十五事件《左传》宣公十二年。十六事件《左传》宣公十一年。十七语见《左传》昭公十一年。岁星就是木星，营室即二十八宿的世宿有两颗星，即飞马座的 Alpha 和贝塔，大梁。 为十二星次之一，相当于黄道十二宫的金牛宫。十八事件，《左传》昭公十三年，第六章。依招响的说法，请参看童书业《春秋史》。二知音被换回一事，见本卷第三章。三以上事件，《左传》宣公十二年。四事件，《左传》成功七年。五事件，《左传》昭公五年。 六，请参看童书业《春秋史》；七，请参看张阴麟《中国史纲》；八，事件《左传》西公四年，但立骊姬为君夫人，不在此年；九，事件《左传》昭公十七年；十，事件《左传》西公十五年；十一，事件《左传》闵公元年；十二，必归世纪见《左传》智襄公二十八年、三十年。 昭公九年、十年、十七年、十八年，十三语见《左传》昭公十八年，十四事见《左传》昭公二十年，十五事见《左传》昭公十八年，十六请参看易中天《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十七请参看《国语》鲁语上，鲁国是保存周礼最完整的国家，鲁人的说法是可靠的。 十八羽箭左传》西宫十年。十九，此说最早由清人顾承天《楚辞九歌解》提出，后孙作云、闻一多、马茂元、陈子展、将亮夫、郭沫若均持此说。二十见许慎《说文解字》，许慎还说“巫字”的形象是一个人长袖善舞的样子，但罗振玉、林义光、商承祚等诸多学者均不同意。 认为字形与修无关，与玉有关，请参看《古文字古林》第四册第七百六十一页。但巫就是五，并不错。九歌可以证明。二十一，请参看钱钟书《管锥编》《楚辞》洪兴祖补注。二十二，请参看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上古至五代之戏剧》。二十三，请参看吴广平教著《楚辞》。二十四，弟子就是及公主。 北渚独如渚，北边水中的小舟，渺渺独如渺，遥遥远望。袅袅，微风吹拂。下独如户。二十五，请参看朱迪灵感概念的历史演变及其他。二十六，请参看丹纳艺术哲学。二十七，请参看温克尔曼《古代艺术史》第四卷论希腊人的艺术。二十八，请参看国语《鲁语上》。 二十九军舰，《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三十，请参看易中天《中华史总序》：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易中天《中华史》从春秋到战国。注释：总注。本卷所据史实及部分观点，请参看《左传》《国语》《史记》《范文澜中国通史》《简博赞》《先秦史》《童书业春秋史》第一章。 一、本节与下节事件，《左传》隐公元年；二、与见《左传》隐公十一年；三、郑立国是在公元前八百零六年，周宣王二十二年；庄公即位是在公元前七百四十四年，周平王二十七年；去世是在公元前七百零一年，周桓王十九年。四、庄公即位是在公元前七百四十四年，周平王二十七年。客段。 是在公元前七百二十二年，周平王四十九年，鲁隐公元年。五本节事件，《左传》隐公四年，《史记》魏世家。六本节事件，《左传》之隐公元年至桓公二年，《史记》之鲁世家、宋世家。七以上复杂关系，系根据《左传》及杨伯峻的著作推定。八本节事件，《左传》之隐公三年、六年、八年、十一年。 桓公五年，九鲁隐公九年，郑庄公伐宋，便借用了王命；隐公元年，郑庄公伐魏，便动用了王师。史简伯赞《先秦史》称，《左传》一书中有关名词的出现次数，亲六十次，罚二百一十二次，为四十次，如二十七次。十一本段，请参看简伯赞《先秦史》，杨伯峻《春秋左传著。